教育部的杜雕医生哈，是高一系列哈，我来再三年了，再三年了，都拄啊好哦，头一年哈，拄啊不办公，不办公，我得我住，结果我再无办法，去甲车了，两台车，帮我两台车，然后贵姓啦吼，啊，您帮我讲一句话讲，叫黄少长资料，我带贵姓来讲的吼，啊，因为我定清定记定的吼，迄间是阮老师。叫做就是要跟这些路人的哈，路人的帮路人的哈，他看到我车子，伊就话说吼，你讲叫问事，因为这关系问的没在乎，我巧无法用的方言，用德国语老师去讲叫做吼，还是我叫同学，啊，什么人？就是下带小儿子说，我是他的搞笑，李少年老师从阿爹吼，对温泉意思很叫好，因为我第一三年吼，我给载了载了安。下班的时候我在载的吼，啊，我想我们两个好车的吼，你两个到往这样开车来载，我怎么样那么车吼？所以我在吼，连了二十一的吼，一压我们来见的吼，结果两个车比我点的吼，两个司机两台车。